老爹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今天晚上没花钱。没有花钱？这是人家水饺店不要的。这个能好吃的？你不懂，等着，把猪毛处理干净，下锅焯水，切成条子，下锅喽，搞上一点酱油，加上一点水，煮一下。搞点八角和桂皮，撒上盐，起锅了。好吃，不但好吃，关键还不要钱。